今天到大石头很快啊，老板。好啊，今天很快。大石头聊聊吧。这次。那我们回还要开一条路，是从那边出才上对面一条路，就是从那边出，从这边山底下来这边介绍一下。对面这边，这边有一条路，窝头山对面开条路出去，回格达。现在是蛮高啊，还那个哟，啊，来，去去去去去去去 ，OK 啊。再吃进去，吃进去。你看这边有三坑的，空位了。现在是第三次阶段，已经完成了一半了。我们再接再厉，努力把这个完成，让有些爱好 4x4 者可以来这边享受空气跟云海，日出日落。所以我们再辛苦也值得啊！现在最后一段开给他玩，我们就可以来 camping 了，辛苦也值得了。这一段蛮斜的，拍上面下来，老板，刚才从那边下来的，我们是从那边下来的，现在要从这边去。OK。像你这边。看到路了，向你就对了，不要太快，尽量可以出去，因为一定有山沟了，水沟啊，这一点向你，这一点向你的，看到没？直过去。不可以，最后，吃出来，走，向那边。这个你没有用车来推啊，我看冷了，半死了。
是是是是，你快走路半尺呀、嗯！速速速速 ！OK。来来来，现在是开到另外一段了，你看美丽的大风景。直直上，直直上。出过了这边。那天是走哪里 ？OK， 直直去啊。不可以斜的，你推个刀就可以了啊，等下你就可以走那边了。抓住来，抓住来，可以抓住来啊！来，可以来，来。我冒三拜。看看看看，下去看看。芭比啊，石头山啊，这里啊，山车跑上来啊。路已经完成了吗？已经完成了，到石头了。我肯定要来。啊，现在我们做一个 campsite。做一个 campsite 先，OK OK， 再来再来，再来一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过山过山。这个。那边不要了，那边够了，这边。这边这边。看这一声啊。